这个现状。嗨嗨，嗨嗨，嗨大家，嗨嗨。今天去洗牙膏了一下。啊，没烫刘海。今天超居家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嗨嗨。家重。有够居家，有够居家的数，浪费钱。大买特买，你就不要给我喷，喷最开心的就是你，我真的要把你打死。哎，好香哦！谢谢抓可能救救你哦。我拜托你们赶快去买这个，真的很香，我真的。无法，我觉得那罐还可以的，跟那个潘海利根比起来。你怎么？你不是说不喜欢？没有，就是跟潘海利根比起来，这一瓶的味道比潘海利根舒服。好，那你不要用这个，你不准用，你不要被我闻到。他在偷看我的潘海利根呢，还被我抓包。他说你怎么闻得出来？怎么可能闻不出来？那我的香水，我当然闻得出来啊。虾哎，虾妹。这个就是中性香，相信我，这就是一个。我告诉你，喷了他也不知道。我不要遇到他就好。感觉就是洗完衣服，然后干干净净、很干净的男生的感觉。有时候在男生身上。对。你们真的觉得？我好居家哦！你看我的小鸡毛。啊，加那个香水。对。他现在都不喷迪奥啦，所以我就接受他的迪奥了。我并没有要让你接受，好吗？他有比较少喷迪奥，那个他不知道，没关系。我要把它藏起来，我真的把它藏起来。不行啊，我们约定好香水都要放那边。谁跟你约定啊？你说的。那也是我整理的地方，好不好？现行犯罪。好，都买东西，我什么东西？我最近把圣诞贴的那个，就不是会在设计圣诞贴，然后就是有在设计，然后我看到那个前辈的设计，我就想要再重新设计一次。然后就快下节，然后要走回家，我就在想说，哎，不对。谢谢冰川粉挚友包包。他好像说可以折价，好像。前辈的设计太好看了，好喜欢，想把摄像头拿来。然后我就开始前辈的，我被骗了，来不及了，就算被骗了，就是我多花，来不及了，而且我没有 ID 了。天哪，我真的超难过。但我觉得这次已经是我非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花了超多时间画，但你们一定会觉得它很烂。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画，但我觉得你们还是会觉得它很烂。是不是在别的买？因为我本来想买五十墨的。然后没擦口红哎、欸。就五十墨的全台湾大全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但他说。你们就会觉得我设计的，来我不会画画。我现在真的很难过。我的画画就跟，我的画画就跟什么，那个幼稚园一样，幼稚园还画的比我好。幼稚园的爱画的比我好，太难过了。太难过了，可以帮我把一百墨分装一下？突然一百墨，真的是。但是啊，谢谢抓可能告白气球。谢谢。等到大家如果真的就是等到圣诞提出来的话，请你们以买爆来以示对他的喜欢。这个真的好适合夏天，就是有夏天的香味，很清爽。然后呢，比以前明显是错觉吗？没有吧，我都擦小迪送我的那一只啊。我要收，我要收下我的发饰。哦，弄到了。但是我发现。谢谢思琪的滋补的守护灵。对，我期待大家让我签到手软。那我来放，我要放。蛮多的。我好像只有。哎呦。对，我就是。87DD，我刚刚按大声就按成那个关机，哦，我最近一直在过敏，它还没好，讨厌。今年也快手软了，我可以，我愿意为大家签到手软。好像打算走100墨。对。而且我
发现我跟贝奇跟你很喜欢的香水香味都蛮像的，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这个试香。谢谢林超贤的真情告白。这次不会再是头七张了，我不会想一样的东西的，你放心。我学长，我喜欢的我又没有说，昨天带完没有说他，请大家不要学习错误示范。我们都蛮喜欢橙花跟木，没有分享果香味，这是之前累积送我的香味，母四生日送的香味，这才是花香耶、yeah、这个应该也是花香，花香感觉心里最后坠离开它，还有一些半夜还在画，但设计出来你们一定会傻眼。这种东西要画到半夜，对我就是如此的不会画画。谢谢雨南成为粉丝团的二级会员，谢谢雨南，我是非三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。也不能多简单，没有，就真的很简单，因为我真的不会画画。就是很，因为文青嘛，就有点文，就有点可以文。因为那时候他说一百墨他目前没有，然后他去别的地方拿，然后就我们三个，我们可能会再说，你们一定会笑。谢谢志玲哥，我学学一个月的粉丝团，大概五分钟，然后就我们在站呢，我觉得可能快有二三十分钟，然后那期突然就说要不要先去结账，他就说哦可以啊，然后就我们结账，然后他好像才要去拿。本来那个二三十分钟，嗨嗨，谢谢志玲哥的带你去流浪，嗨嗨，大家都有看那个线上的 special performance 吗 ？performance， 谢谢豹子猪猪你哦。像我是盘被盘了几百块没中，谢谢四百块本的告白气球。突然在哪里关上？谢伯成的智慧小布林，找到网络上我在吃蔬菜。现在就想想。谢谢数学课本的冲浪失败。SP， 对我讲哦，冲到手了。SP 公演，对大家有看吗？大家有没有看？请问祭品王我喝得到吗？请问祭品王我喝得到吗？他背后长得蛮可怕的，没有很喜欢他背后。你们发祭品我喝不到啊，啊不然你们以后祭品王可以发，啊、但是那个就是顺便什么两包生血之类的。在你们才有，但你这在你们那个粉丝祭品王没有跟我们一起祭品王。有啊，但我敢看夜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看？为什么不敢看夜蝶？我下一个呢？竟然可恶！你有看那个吗？你有看来的吗？还是有人还没看？但是我们是的确比较没有这么工作量的。他换配方吗？真的，米酒跟伯爵茶。他换配方吗？我怎么喝起来不一样？超咸。
他换配方吗？你有吃吗？没吃过啊。你有吃过之前的吗？嗯，我刚吃了一大口，然后都是酱油膏，超咸。我觉得茶跟卤肘都蛮好的，但我不知道卤肘是哪一家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象不是会给他们发不公布吧？因为就是因为我刚被品涵发，我一整口都是，才没有那么紧，一整口都是酱油膏。可以搅拌好，它需要搅拌吗？我之前都没搅拌啊，都可以直接吃。快点买，快点买！我花了钱，所以我要怂恿大家也花钱。快点去我们家里，那是我近期的。但它刚喷出来就会很干净，很酷橙。刚才自己香的太多了。剩下一块了吗？不是，我近期不会再买了，但是我会想很久。确实，今天是人家天气，今天就是神这个节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这次好像都蛮厉害的。因为我不是，好，没有说我觉得我厉害，就是因为我票都投对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我有投二号，因为我其实有，我记得我一开始是投错。这是平时这样讲的。Hello， 我先去下午，不要脸，改天去玩一下。好的，也可以闻闻看西雅味。你哪方面？你说这个吗？大单吃卤味，然后我就把红萝卜挑掉。玫瑰。然后。我也想要喝什么荔枝，荔枝冰茶冻饮加珍珠，我也想喝。掉出来了，三秒原则。以前常吃吗？以前蛮常吃的。我从二吗？可恶！就 maybe 练习矿泉的中间都会去买。好吧，那我只能说从对。会练习前，然后就去买来吃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最后没有，就是我们最后没有相信五号吗？虽然他长得很真，我也头很痛，但是因为 SP 光源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对，我是真主男爱好者。我看别人都没有什么。你想换人？真的？就是，就算。荔枝，我们可以去喝看康青龙的粉红佳人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就算没，大家叫无糖。有点反应吧，就是他跳。可以聊一下。抓到了，月姐。反应，可是我看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在他跳迷雾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。我是不是叫你们一定要看？我是不是跟你们说不看会后悔？我是不是跟你们说很值得看？一定要到现场！谢谢博成的神灯，谢谢阿英。我刚才叶蝶以外部分都不知道要做啥，叶蝶给大家冲击太大。我想想，有啊。有些成员有侧拍，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整场的尖叫声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女生的尖叫声，出自于我们的成员。但偏偏我第一次听到女生的这么大的尖叫声。但是我真的也觉得，以往都是大家的声音，但是我第一次在听到侧席，全部都是女生的尖叫声。很容易。我们可以来抽现场的 ，Eddie 你没抽。就是我。感觉还是很难讲到，声音太吵了。就是我很难想到，对啊，扣声超大的，就是我在乌梅听过最大声的尖叫声跟扣声。有啊，彩排的时候尖叫啊，还是有尖叫。这还尖叫一声，你听啥尖叫？真的被捂眼睛，真的。还是因为你讲要看彩排现场的，还好我有说，是不是很值得看？是不是还好我提醒你们？我们老师跟韩青，对啊，跟韩一起想的，反正很精彩耶！大家有没有想到有生之年居然看得到李家姐妹的夜店？
超级值得。秋田很像西野七濑，你有看到吗？还好有买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不会乱开枪，我会看个轮次，像我没有。喜欢的菜还是不要啊，我不要。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下一次，时间限定。想想看，你们月姐就是一千八。有看到留言。一辈子遗憾，为什么没有抽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没有，嗯，不知道。Maybe 今次这一次，那我不是开提问箱吗？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说，下一次我跟你跳，你当妹妹，我就好啊，好，当然好，当然好，当然好。可以跟汪汪，我可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跟汪汪一起跳夜节的话，那个唱歌一定很好听。我大概想，秋田自己说的是吗？你想跳人很多吧？抓起来很行，对啊。而且我们没有跟诗雅讲，但我们有跟老师说。回放到爆。Project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希望有这个机会。他怎么感觉有点霸道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叫他不要搞，他应该会认真跳，我觉得。那你们会真亲吗？不知道。我刚讲讲而已吗？你们去问他。谢谢沙鲁的一封信。可以跟汪汪，我可以。不搞笑，后面很好看。感觉汪汪如果不搞笑的话，感觉他应该也蛮攻的。是不是还好我叫你看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应该截图起来啊，不知道他看不看到基本上的内容。只有你在。我做对了什么事？那我这场就是一个铁好人，所以没有这么重要嘛，就是没有这么关键。一直是一个好人，因为从头就秋平帮我反向金。再说啊，你们可以说看到了吗？想多看。跟我跳自行车妹妹好霸气的发言的好，我可以，汪汪我可以，而且汪汪也比我大。OK， 他是唯一回我提问箱的人，可以，可以好不好？跟我跳自行车妹妹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OK。那有什么想看？今天有什么想说？对票。那今天这么大力。又把陈思雅跑掉了。而且我觉得那个韦静讲豆豆豆配女超好笑，一直很好。嗯，这么好，一直都还不错啊。因为我们让 K 歌，所以一直都还不错。这个年头真的是有狼王会喊跳，一直都会吧。没有，我觉得这种让 K 歌出现，因为你知道夜蝶这种东西就是要时间对了，气氛对了，场合对了。再跳起来才有感觉，人也要对，嗯，真要对，像理财局就不太对，应该是要法决跳，嗯，法决可以，法决可，法决太香，谢谢瑞山的紫谷的守护灵，灯光也要对，谢谢，他说他都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说他都把他，对啊，去日拜游。只有我们觉得我们不对，谢谢天灵的梦幻泡泡，希望会，耶、yeah ！就只有你们自己觉得对，全世界都觉得你们对，没有我们觉得不对。人不对，含黑的一般都正常。看到这，看到法决夜蝶才是此生无憾。法决真的有一天要给我跳夜蝶，但法决。你要跟平衡讲汪汪，
不会啦，我只是把品涵当女生而已，他实际爱的还是我，我相信，他爱的还是我。他如果不爱我的话，让可以跟他就完蛋了。汪小萱，多爱我一点，不然让可以跟人就完蛋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反驳，法决不能跳一节，法决要跳 I'm sure。OK， 你不用反驳，他们可以两首都跳。没有，叶姐可以给其他 CP， 法决要跳 I'm sure。For real。法决不能跳，法决不能跳，法决要跳 I'm sure。看迟早会亲的没意思，要看康姐亲的有趣。把黑的会变绝色，你还是先跳，不要 I'm sure 不行。有可爱吗？在那一天都在变老的我，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会同时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握手会应该行得通吧？握手会戴口罩，你们闻得到吗？突破自己，不要，没关系。握手会感觉没关系，哈士长红帮我。还是你们其实比较想闻这个？我刚刚跟你们说什么？忘记，可恶！我现在真的每天出门都会喷香水，我只要没有喷香水，我就会有点难过。但我包包里其实有小样。你这边怎么那么暗？因为好了那么。法决还想看谁跳夜节，我跟所有人跳夜节，除了林采洁以外的所有人。夜节有。而且我们后来有去有一起去吃饭，然后那个阿贝桑一直说哈库哈库你好漂亮啊哈库，还有就跟姐姐说哈库你好漂亮哦，因为我下去的时候我还有点女神风，还说哈库你好漂亮，有没有看到我女神风？我现在开灯就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全部都吃完了，就剩红萝卜。红萝卜，好咸哦！好咸。哎，你们到底为什么会被叫哈库啊？哦，因为他跟哈库长得很像。月姐，我包赞。红萝卜，微波炉。有。盖不住它的味道啊！没有，我纯粹就是不喜欢它，所以我连吃都不会吃。原来是这样，没错。你很愚戏美女。对啊，为什么卤味会放红萝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放红萝卜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他好咸哦！我现在觉得超咸的。是在身上，然后贵。我觉得他需要配白饭吃。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去想买一只羊，然后我闻了全部的，我都觉得还好，是因为这个超咸。我要吃八宝粥。他的晚餐，小乳清酥加八宝粥，是要多饱？我已经买了香水，我还是太贵。哎，真的很咸哎、欸，它是好像是酱油膏放太多的那种感觉，很咸。栗子饭，栗子饭，胡萝卜不是甜的吗？不行啊！
中后蛮像的，但是前调就真的蛮，前调就是很多不同之乡。怎么了？我艾迪为什么那个脸？但我觉得太可惜了，那个夜蝶的有些镜头切的没有那么好，就是太远景了，把很多精华，比如说手指的那个手指的精华都没有拍到，有点可惜。可喝完了还在咸，对，我觉得还是很咸。八宝粥味道很好，不是现在是嘴巴里面很咸，就是那种味精味素吃太多的那种感觉。纯粹的咸，酱油会飘出来。谢谢景子，而且刚好都是那个最精彩的地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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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。好，虽然这样不太好，但我要来爆料一下摄影姐姐，不是猫儿姐姐，另外一个，也不是小虽然她也小小子，戴眼镜姐姐，是不是只有她戴眼镜啊？影像部。对啊，影像部是不是只有他是戴眼镜？好，反正就是影像部的戴眼镜的姐姐。然后对，我要爆他的料，爱你哦。虽然你应该不会看直播，但爱你哦。有，我昨天得知，就是影像部姐姐在发影片之后，都会考虑鬼照。真的？因为想知道，我们讲了戴眼镜，他就是他剪的影片，我们觉得怎么样？大家的反应。是啊，对啊，我昨天才知道，他这样搞花时间哦。你觉得他有什么那个吗？他有什么特色？可以帮他取什么？你知道我在说谁吗？知道啊，我觉得叫摄影姐姐，因为摄影姐姐就剩一个人没有名字啊。哦，对耶，三个就剩一个，米奇姐、双面子姐姐跟一个好戴眼镜姐姐，她就叫戴眼镜姐姐，眼镜姐姐。他就叫眼镜姐姐。为什么还是很暗？还是我眼睛很暗？有解了。眼镜姐姐，然后反正就是，眼镜姐姐跟我们说，我们的夜蝶她看了很多次，就她前面有定点摄影，就是她就是坐思雅旁边，然后她就有定点摄影，然后就是她要负责看，然后就说她回家的时候。一直在重，就是他把它剪成一个片段，然后他回家一直在重复看那个夜蝶的影片，然后不是最后一个，就是他说他到他一直都在拍，他说他一直要拍陈思雅的反应，但是他拍陈思雅的反应，他头是这样子，他在跟我们表演，但手都在拍陈思雅。哇，那影片陈思雅头一直乱动，然后一直笑。他就这样，手就是放在这边，然后录陈思雅的反应，然后那个眼睛没有离开过我跟李彩琪。好了，不要杀熟我，不要杀熟我，姐姐不要看。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可能没有吧。但我下次进公司就完蛋了。这个放 YT 点会很快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讲，圆圆脸姐姐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叫圆。谢谢龙魂香爱的带你去流浪。对啊，你们不要再叫圆圆脸姐姐，她说她的脸不圆呢、啊，她的脸不圆，好不好？有在尊重，换一个名字。现在想一个新的。夜蝶都跳了，应该不圆了吧？不知道。刚刚一家跟我说了，我们拍一点的时候看着她。换也是换啥？夜蝶啊！谢谢小耳朵点吗？我就说吧，人家又不会开心。耶！你很肥姐，请离开。有点喜欢。好久没在丽丽这边丢礼物。耶！毛丽丽，毛丽丽是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巴瑞。毛里让。不行，你们圆圆脸姐姐偏向人身。人身攻击，脸姐姐就是。不要在那边，不要跟圆脸有关。哎呦，很希望可以放一下夜蝶，那感觉会很吸粉。你取的、啊、凶手不是皎蓝呢？我知道，我看到了皎蓝。可爱姐姐，可爱姐姐可
跟他可好可爱莲姐姐啊，可爱莲姐姐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我跟他们说，那个圆圆莲姐姐改叫可爱莲姐姐。然后公司金香菇就说有在尊重吗？就是可爱莲姐姐。我说圆圆莲姐姐没事。金香菇已经不，他已经反抗，不反抗了。不是金香菇姐姐反抗也没用，他就叫。他叫金香菇，你说现在大家都说，哎，那个金香菇姐姐，她原本的昵称已经被取代了。她原本昵称是什么香菇啊？不是啊，就是那个两个字啊，英文。有吗？我们平常在叫他，我们平常叫他，就是他以前还没被我们取绰号。我会叫他金香菇啊，平常。不是金香菇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说那，但我平常也现在也不会叫他金香菇啊，所以以前粉丝大家是叫他英文嘛。没有粉丝不知道他的英文啊，只有是金香菇是我取的，之后大家才叫他金香菇。金香菇是我们取。金香菇姐姐，对，金香菇姐姐收到礼物了。我昨天在公司，我看到她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那个胖达的那个。傻眼。我还看到她很开心的收走了那个胖达的卡。蝴蝶姐姐和水蜜桃姐姐，月亮姐姐，请你离开。他现在自找人跳卡位，别贴卡。谁送的金香菇姐姐的礼物？咒术展哦，我以为那是谁送的，不记得了。咒术展胖胖的，有时候姐姐们的粉丝都比我们还多哎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有没有同事这样？我是妹妹，黑 Jack， 我是妹西，塞口。黑 Jack 送的。我不是金香菇的，我不知道哎。什么金香菇？金香菇就只能叫金香菇。谢谢。金香菇没有更好的，没有更好的名字可以叫金香菇了。就是一定只能叫金香菇。这我帮他取的名字，他已经非常喜欢。所以我们现在什么？哦，谢谢天灵的梦幻烟火，谢谢，谢谢天灵，谢谢金香菇小姐姐的包裹。好好笑，会哦。觉得礼物会不会比成员多？你不是知道金香菇姐姐生日吗？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某一次，很少会帮你们说的。有，只有拉瑞姐的信，然后没有我的信。谢谢。是不是写金香菇姐姐生日快乐？谢谢，姐姐们比我们的，各位姐姐们比我们更红是怎样 ？Stop 48 MTP 的成员可能哦。有什么？我们有什么？有可爱莲姐姐，然后拉瑞姐姐，然后森邪姐姐。现在谁哪个姐姐人气最高？办一个姐姐投票比赛。那个总选。今天的姐姐们也很可爱，对。猫耳摄影姐姐，如果要给她礼物，什么什么？猫耳姐姐啊，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什么。小耳朵姐姐很可爱，小耳朵姐姐，然后米奇姐姐，然后双面子姐姐，然后戴那个眼镜姐姐，然后猫儿姐姐，有一个金香菇的放开，我要把它存起来。走心神学姐姐，你给我这张照片，可以卖票出道，可以，我可以教他们跳那个星星病毒。谢谢 Flying Duck。姐姐中学会写的，我要看，我要看拉瑞姐姐跟眼镜姐姐跳液体。哦，OK 啊，看呼声蛮高的。碧鲁姐姐呼声很高哎。对啊。跟小小子姐姐，小小子姐姐呼声也蛮高。该办公开 IG。然后那个拉瑞姐姐跟眼镜姐姐跳液体。拉瑞姐说真是。可以。推小小子姐姐。你知道金香菇那个合照会见到我们一起跑吗？我知道啊。对啊。不是你猫跟金香菇吗？金香菇姐姐的年纪已经过了。对啊。谢谢叶兔的红包。你很过分，笑死。他们说2.5期生诶，就过了、啊。
一个 SDN， 或者是拉瑞和去学演戏等等。谢叶兔的红玫瑰。拉瑞跟眼睛，因为我们都把他们谢谢哈塞桑的香槟，谢谢。对，就是成员嗑 CP 嗑那个拉瑞姐姐跟眼睛姐姐。我不要再爆料了，我要被杀掉了。姐姐们还没死会吧？对，我们内部的 CP。那还没吧？所以拉瑞姐姐没有没有，拉瑞姐要跟眼镜姐姐。小叶弟，怎么吧？怎么？你们自己问问他们本人愿不愿意。应该跟那个啊，跟那时候的那个，跟那时候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愚人节。Touch Girls。Touch， 他们不知道 Touch Girls 啊？不知道吧？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 Touch Girls。那集没有讲吧？没有啦。麻烦帮忙掌握姐姐们感情。眼镜姐姐喜欢什么？有人爱屋及乌，送她礼物。她喜欢莉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小心姐不算。而且有这两个 CP 一人一热，你们还有听谁说？还有个转。我是有的，我的意见吗？转职台。我们嗑 CP 嗑得很开心。你们有嗑姐姐们的 CP 吗？没有，姐姐们的 CP 只有成员可以嗑而已。对啊，他们应该不知道吧？没有啊，那个拉瑞姐跟眼镜姐的有大家都知道。拉瑞姐姐跟眼镜姐，她都知道是什么？你讲的是不是？我说成员都知道啊。哦。啊，你现在讲出来，大家不就知道？台湾 VTuber。那我们说谁是 CP？ 哦，一家有说的姐姐 CP 的。哦。姐姐没有 CP。我们。你们不用看你们看，好了，不要给我看姐姐，而且要给我嗑到姐姐 CP 好不好？要有 CP 给嗑。哎，金香菇跟默默跑步的照片，快点传给我这些照片。金香菇，超好笑！你们到底近视很深？为什么金香菇是真有一条啊？不知道。成员课。够嗑到 step 去，对啊，真的哎、欸，搞什么啊？那一门课不是你们两个？没有没有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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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姐姐们，只有我们可以嗑，可以吗？风很大。我们要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获得一些快乐，嗑 CP。不好意思，夜蝶已经够你们嗑了吧？这可以够你们嗑很久了吧？对啊，要求不能太多哎、欸。真的，那个就是金香菇感觉女强，金香菇有女强人吗？谢谢。金香菇很好吃。FENG 的红玫瑰，谢谢。我现在真没有加姐姐。不要独占，没有，只有我可以独占。金香菇姐姐。那什么爱的独占权？金香菇姐姐怎么跳？怎么唱？忘记。她很会跳。那一天姐姐脱口都要跳。长大你就没那么忙。我粉丝 CP 有没有支持你们嗑？是没错啦。同一类人，对，他是。哪位姐姐在成员间最有人气？你们一定要问这种伤感情的问题。姐姐最有人气。一定要问这种伤感情的问题。各自有各自的拥护者。对。对。像李彩杰最爱的就是那个金香菇姐姐。对，金香菇姐姐太幽默了，已经变成林尊了。哎、啊，你最喜欢谁？我最喜欢谁？不要问这种伤感情的问题，我都爱，好不好？我都爱。Maybe 拉瑞姐姐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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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啦。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？拉瑞。你们可以送姐姐。对，我是弟弟，我到哪都弟。送他们弟。快点传。超多姐姐不想是超多姐姐男，我不知道。大姐姐翻拍好吗？先给他们 hashtag。他们说拉瑞姐可是一路扶着你一路过来的，因为我每次跌倒都是拉瑞姐这样子把我捞起来。你很不会走路。没有，我之前某一次在浪前面，某一次的浪梦，吹泡泡的浪梦，然后我也是根本是这样嗨嗨嗨嗨嗨嗨，然后我就这样蹦，然后也是被捞起来，然后上一次握手会，
但是我怎么会？我又顾嗨嗨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踩空还是怎样，我又在肚被捞起来。好好走路，是走路需要很搀扶。阿扎应该是这样。对，为什么会也是？我到处在被别人捞起来。所以现在嗨嗨一滴几次了，超多次，真的是物理服。再也不能听到。我每次跌倒都是拉瑞姐把我拉起来。也想被姐姐搀扶，请右转离开。姐姐们只会搀扶我们。对。是不是有点嫉妒？姐姐会害怕。会发现怎么样？夏姐怎么样？夏姐不错。夏姐说我们上台亲的时候，她很丑哎。姐姐的未来我来扶，真的是够了，你们这群人哎，真的是够了。姐姐是我们的，不是你们的。对啊，不是你们的姐姐，好不好？是我们的姐姐。虽然是都。一种一滴，这嫉妒不应该嫉妒成人的事情。拉瑞姐姐金山姑姐演唱会，拉瑞姐姐是要跟眼镜姐姐一起唱。对啊，你们不要蹭个 CP 好不好？拉瑞姐姐要跟眼镜姐姐。你把他们 CP 讲出去，就是你。不是，是王一佳。王一佳是姐姐 CP 啊。没关系，怀抱在一起。收音机的姐姐是哪？收音机的姐姐，我不知道哎。哎、欸，我平常都在里面，我又不在悟饭，我怎么知道收音机姐姐是哪位？收音机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、欸。收音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根本没走出去过啊！这样，特征，我帮他取一个。谢谢龙魂的会员选票。不行啊，在我们在外面接待你们，有我要看那个。我要找找看那个愚人节特别企划。服了会出事，大家整服姐姐。哎，那你记得那个啤酒的那个吗？喝我。不是，它前面有一段。比如，我的杯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喝我。我帮拍照。在找对，我在找了。我的杯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搞笑、哦。拍几个摄像头非常多，真的。Hello。You ready？ 我推荐你们真的要带我去看一次，两年前的，这集真的太好笑了。没有，我想说 dislike。而且我有在那个啤酒扣，我坐在前面，裤子在后上怎么办？推广粉丝 dislike。因为姐姐们其实都很用心在我们的身上，然后花了很多时间，所以我觉得姐姐们也值得被大家爱戴。好，最后回上三次，不会。为什么封面是切黄的？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好人，他是我的最有才华营运总监。老师，你不要自己那个，老师你不要自己黑箱作业哦，自己。我知道你黑箱。怪不得老师找好笑。可以吗？现在换一张这个箱子。嗯，好了。情侣人节计划，而且你说的是你的。我发现他们都穿拖鞋，好可爱。星星跟小晴的穿拖鞋。谢谢终于的带你去流浪。嗯。有人说难过的事情，那个影片里面有多少人不见了？对。
因为他说多少人还留着。没事。跟姐握手会，你们下次没事，下次想跟哪个姐握手？我跟你说，没有不见得，大概只有成员而已。一罐香槟，然后我在握手会前帮你们先握那个姐姐的手，就有了。好怀念以前哦。可爱姐姐一百张，可爱。可是先说先说，主要你们爸爸分钱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可爱姐姐，可以，看你们正正哦。谢谢包子的挚友包包。对啊，没有不见的只有成员而已。香菇，金香菇姐她很肥。很脑震惊。对啊，他们说看起来有吗？没有，一定是因为那个发型，拜托了。没有，一定是因为他都戴着口罩，然后他没有笑的时候眼睛看起来比较凶，但他拿掉口罩就还好。我觉得是发型。是吗？他发型太正，哎，这能穿得起来，我也觉得很厉害。太完男友。不要把这件事情讲那么大，还好吧。秘书那时候手超坏，雨男超坏。
对，我大家就是。他们应该先要听我 catch phrase。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我的手比我的心脏还贵，听到了吗？诈骗集团，器官买卖，我的手比我的心脏还贵，好好笑哦！快疯了，好好笑啊、哦！还有，我记得 Puzzles 那时候都剪得蛮好笑的。对啊，那个也蛮好笑的，包包，你没有看过吗？那个包包突袭，还有一日 staff， 真的会像三 D。那时候大家好素哦。你看看 Puzzles 的守护永恒的爱，谢谢，谢谢，是两个吗？谢谢。用前进也难免空地，光条跑解决不了问题，我起坐一代币。那这次会被烧掉，会被烧掉，会。那个是音乐都好像对啊。大家有发现那个后来去年的 Puzzles 的周年影片有很熟悉的节奏吗？隔着我的袜子顶，这里也是，超多的，超痒的，而且刚来的时候超级痒。有吗？有没有发现有熟悉的节奏吗？去年的影片。下面的掌声。对，还有我的生日影片。好，爱死大强起来！谢谢星辰小偷，快点代言！谢谢星星的香槟和六，上播还蛮谢谢谢谢。好冷哦！羡慕你的掌声。周围乐团主唱自己，乐团也是。好好笑，我真的很爱自己。谢谢李同学前段。有一万的。非常的开心。关枪代言，这真的很好笑，而且头上的字都是我们代表色。谢谢李同学前段的回答。没有了，很紧张，我已经两天没睡好了，然后昨天只睡。这个你自己说过了，再说一次啊！有些人那时候不在啊。我还真有，大家欢迎回去看一下 Puzzles 的全部的影片，因为都非常精彩。都是同一位姐姐剪的，超精彩，很好笑。很好笑哎！你好温暖哦，今天超冷，超冷。带我入坑的关键影片，这真的很好笑哎。晚上就敞开，敞开。下次跟他们小聚一下。怎么？灵活的带我去演那场。你说看着不说话，你看你都敢。而且穿起来真的很好笑哎。什么？OK， 拜拜，辛苦了，加油哦，工作加油。对，这真的要补，这真的太好笑。我建议你们先从发抖开始看。频道有整理。对啊，这些内容也都很久以前。会的。OK。可以点播放清单。各自有各自的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。
还有小小自己的人气很高啊！哎，双面子姐姐也超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双面子姐姐超可爱。双面子姐姐真的很可爱，她真的。她是行为上的很可爱，她会拿糖醋酱。很可爱。你知道那个糖醋酱事件？知道啊。我不要爆人家料好了。快点，你快点讲。我有吐槽这种超好笑，对。你知道吗？双发姐姐身材应该不错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糖醋酱。我不知道。就那个双面子，不要啦！我等下结束跟你讲，我怕被杀掉。OK。鼻子喝，我看一下，喝我。好好喝啊！我是哪一个头？我先。你看我是哪一个？你讲完了，不要，不能讲出来。太多了吧，不成就是。好，我要来念吧。三星口金三星台湾的金三星的第十一名是大姐大姐姐，第九名是国天的姐姐收摊。第六名是包子姐姐，包子姐姐。这个骨胖桥段，这个也超好笑。我跟你说，这真的要带我去重看，因为真的很多很好笑的东西。第四名是水。那个帕豆斯的影片。刚才被人吃麦克风。你们要回去看那个一日 staff 真的很好。都是。真的很好笑，没有在开玩笑。好，第三名是欢迎再次，谢谢欢迎再次，谢谢。但是我的也不错。人家看到这么长的头发，好不习惯哦。第二名是。我已经习惯这个长度了，谢谢 Popo 的行李箱，耶！谢谢 Popo 幸运四叶草。潘米娜超好笑。好的，希望不要因为这样被笑掉。很烦。谢谢志玲哥的告白气球，你们真的会去看这个？这真的是太经典。对，开直播。很烦，就是 Camera。有没有粉丝没有看过，赶快去看？Why？ 我跟金香什么？期待下次见面。OK。好，这个是如花。我要做小动作。最贱的手工皮，当年有欺负我吧？跟小小芝姐姐说，希望她可以长久，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有料跟可爱的姐姐讲话。我跟他说下次不要再提议跑步了。好，我根本恶魔才是四个，是天使啊。很烦。我告诉你们，真的要回去看一下，真的很好笑。谢谢冰车选的许愿守护品，啊，许愿守护许愿品。哦，等一下，换票是很帅的姐姐吗？我刚刚被吓了一个惊。哎，他们说换票是很帅的那个姐姐，她就叫帅姐姐。谁？很帅的那个姐姐啊，有一个很帅的姐姐，是吧？是很帅的。姐姐人好，短头发吗？很帅的姐姐。你不知道一个帅姐姐，运动会有出现那个帮美玲包扎的那个姐姐吧？哎，算了，我跟她不同公司的。跟罐罐姐姐说，想她可以，谁是罐罐姐姐？我能知道是谁？她就叫帅姐姐。如果是短头发，那就是帅姐姐。在片中现在那就是帅姐姐。嗯。
等我一下。然后我突然说他菜单太轻了，可以加重。什么菜单？哦，好像是哎，你们怎么会连这个都知道啊？我知道他，我知道他有在推。谢谢姐，他检查信的时候不会吓到，不会啦，他们会就直接拿给你姐姐，快点写信给他，要写信给我。哎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要写信给我。最近有啊，最近有，最近有。罐罐姐姐不乖就怪你哦，真的假的？他，你说帅姐姐自称罐罐姐姐。谢谢大家的红玫瑰。等一下，我想知，我好想知道是谁哦。等一下跟你讲。但好像是我很想他。对啊，这才对吧？写信比较没事，很少收到新冠冠请做事。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但是很少。不是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哎、欸。不是吧？好，算了算了，等一下再讨论，等一下再讨论。我先写给姐姐。对啊，你们写给我。还是给你一个人好了。拜拜大家。他觉得微妙微笑，真的，赶快赶快就回忆一下。回忆。对我来说好难。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嘟嘴的，就是不管是摄影师姐姐还是就是经纪姐姐，他们说你家丽丽不要再嘟嘴了，你一嘟嘴整个画面都毁了。他们没有这样讲，是我自己讲。可是。记得玩具。我以前怎么会让自己这样子？好了吧，大家，下礼拜继续看。我们应该拍手，我们应该拍手。好。然后就我们。好的，谢谢。为什么都爱嘟嘴？我嘟嘴吧。人很好。禁都令还在吗？没有，禁都令已经消失了。不知道是懒得说，没有没有，已经消失了。升血可以嘟嘴了，禁毒力。那个，谢谢，欢迎再次来香槟 Level One。哦，对，那个喜欢原子少年的大家，如果喜欢那个曹佳琪的话，可以看一下那个 Majiska Rock and Roll 的 MV 拍摄花絮，还有那个 Majiska 的 MV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欢迎战胜香槟六连击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是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，说你好，你好，谢谢波城的黄色向日葵。对啊，他是原子少年，大家如果喜欢原子少年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后面是鲨鱼夹。对，但对鲨鱼夹。原子少年，小原子组，好，谢谢。小鸡发型，对，我后面夹那个鲨鱼夹，居家风丽丽，耶、yeah。陪玩圈圈叉叉进去姐姐，等戏再玩圈圈叉叉，下期是这样。谢谢虫的啾啾你哦，耶、yeah ，耶、yeah ，应该最高能给原子少年的粉丝，陪玩圈圈叉叉男主角。这坐在哪里？好怀念哦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为什么放弃治疗？打电灯芯那就是。你们这次是不是很搞笑？嗨嗨的老板。
谢谢欢迎战士香槟 Level One， 谢谢欢迎战士。谢谢欢迎战士香槟 Level One， 谢谢欢迎战士六支香槟。你们这支数真的很好笑。谢谢欢迎战士六支香槟。你分享的是数。居然不被点开几次，可以看哦。对，你们是。可以来啊！然后教你多少呢？好快一点啊！然后前面那么多人，好大一个！好强！黑历史超好笑，剪辑超好笑。好笑，指定还存在黑历史。叫什么？什么？好多，我终于挑完了。看，我是月堂宝贝，谢谢。这个绝对难，真的。月堂宝贝，怎么可以打宝贝呢？原来是大宝贝。那我来。大宝贝。时间都快结束了。现在也不会长，但自己说话。我在录呢。对。嗨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。那请问为什么秘密基地有闲杂的人在后面？我看一下。我们秘密基地开放外人才。那就不是秘密基地。对。秘密在哪？好好笑，就是变博物馆了，已经是公开景点了嘛，那个地方，而且还有人拍网美照。好冷啊！好神奇啊！好好笑哦，真的好爱乐团啊。好怀念哦，已经两年了耶，我的天哪，两年了耶，怎么两年变这么多？
好怀念哦。好怀念哦。天哪。我觉得每一次演唱会其实都蛮常用到拼图的音乐嘛。对，现在的官网还买到 USB 哦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入手它。天哪，好怀念哦！我跟你们说，我每个开头都在第一幕都是我在嘟嘴，我以前到底是多爱嘟嘴，到底是多爱嘟嘴，人不防的宣传，对对对，会当背景，对，哒哒，点亮最温暖的心房。黑长直哎，我天哪！你先没事就读一下，白饭堆出来了。谢谢一生志带你去流浪，耶、yeah ！对，肚子已经指定给我，就是下给我的。哎，两年过去，大家都变成熟了。我现在看到。好怀念哦！天哪，怎样？怎么这么怀念？为什么会有李憨憨？我是来看 Starry 的。叫人家鼓掌，他们对你推超大力的，对啊，好笑啊！那团是都挺能奇怪的画风，真的，奇怪画风，我先推太细了吧，我天哪！天哪！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，我不会孤单。
哎、欸，田丽真的很正哎、欸，疯掉。真的很正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就突然开始怀念过去。我唱也会想蛮想的。冰点代表深情，明天自己一定要比今天了不起。对啊，最近都在回忆啥？是怎样？大家怎么突然开始，就是回忆过去？好难听啊、哦！那一刻享受着自在翱翔的时光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这样穿过衣服？好丑啊！我天啊！这点方法都不在意，开始回去了。怎么是天不停飞行，一直到老。对啊，你都没有在尊重我。300多个日子，天哪！从我黑发到金发，天啊，已经2年了哎、欸、我天啊。天啊，好久哦。这是帕佐斯最后发在官方的影片。誰がもダメに強くなれるならありがとう悲しみよ。还好光陰不在，不然应该宰了我。越大时的越难免碰壁，光头不解决了问题。现在唱的不是 TV 版365，我也以为你好像不是，已经很久没有唱 TV 版365了吧？唱歌方式应该变吧？很咸呢、欸，我觉得超咸、欸。有吗？嗯，因为我把酱都吃完了，我刚刚吃第一口那个高丽菜的时候超咸。进步很多人，对啊，真的是成长哎、欸，好可怕哦，岁月不饶人。我为什么讲呢？就是很像，就是有点年纪才会讲的话。啊，不是啦，对 ，TP 版的不是 TP Ben， 不是 Puzzles。谢谢思豪的啾啾你哦。可是如果有放什么擅长音乐的话，都是 Puzzles 的、啊，不是那个。对，韩寒会帮我吃红萝卜。谢谢虫的香槟 Level One， 谢谢。
谢谢。纯音乐的部分是爬走是吧？清晨抬起头仰望着天空，悄悄在心里许下了愿望，微笑会让每天变得更晴朗，点亮最温暖的心房。哦，好甜哦，八宝粥。对，今天1:05，等一下差不多来，大家可以开始打内容了，差不多来念榜了。有差吗？纯音乐不一样啊。谢谢一川卷带你去流浪，不一样，差很多。谢谢中影的梦幻泡泡，谢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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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不一样，他是重新编曲过。好怀念啊！好喜欢这时候的剪辑，好好笑。谢谢泡泡救救你哦。谢谢天罚的挚友抱抱，谢谢谢谢林果的许愿瓶，谢谢。好怀念啊！天哪，超多久？这是什么2020吗？现在已经2022，已经两年了。Oh my god， 已经两年了！我怎么两年变了这么多？我两年漂了几次头发？2020。Staring。紧张又兴奋。我跳到我看我自己的，在台中啦。是啊。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后面一群成员超二阶，二阶对，怎样怎样二阶？可以很清楚拍到我的花絮吗？哈哈，静哥，原来如此。对啊，还是先骗我们人数。深深吧，拜托 ，My discara caro。和我一对一正面交锋 ，Show time。天啊，好。
怀念哦。他被拍到，好的，拍一个。也曾模糊你眼眶。哎，你乐团那天怎么二姐？他怎么来二姐？那个大家说你很二姐。谢谢思琪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。好，大家都打完内容了吗？差不多要来念榜了，也要忙别的事。谢谢雨能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。谢谢光菜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。哎，跟你们说，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完这个影片，认真看这个影片，因为我之前一直不敢点进来看，因为我觉得唱的很可怕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有点进来听。而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听完我唱歌，我每次点开这个都要好大的勇气。好啦，大家我要来念榜了，念榜。念榜，念榜，念榜咯。念榜，所以感想是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惨了。对，我现在更知道自己的程度了，对。但就以前还是很可怕，对。但人总是要进步的嘛，不进步怎么能行呢？没错。没错。好啦，念榜第一名是幻影战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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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对啊，那个夜蝶的照片真的是很高质感，就是推荐大家都可以把它拿来当桌布，很棒，很赞，很好看，腿很长，对，重点是腿很长。谢谢第一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天灵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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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二名的天灵，谢谢。我是立范，恭喜你成为莉莉的糖糖，人家常住在莉坑里面哦，糖糖坑里面要糖好糖满。谢谢第二名的天灵，谢谢。第三名是 Dragon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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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三名的 Dragon， 谢谢 Dragon。整理姐姐们照片中小鼠，大家开始很认真整理姐姐们照片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第三名的 Dragon， 大家都可以帮姐姐们用那个 hashtag， 然后在我们未来要找姐姐的 hashtag 就很简单。谢谢谢谢第三名的 Dragon， 第四名是虫，谢谢虫。是虫。我把那个照片。传给金香菇，他说：“你确定有好看吗？”好奇莉莉怕虫吗？我怕这种蚯蚓、蜈蚣之类，我怕那种光滑的，像什么瓜牛啊。是你们比较怕壁虎，还是比较怕蟑螂？我比较怕壁虎哎、欸。怎么会怎么样都不会是壁虎啊？蟑螂一定。我很不喜欢壁虎哎、欸。蟑螂绝对比较恶心。会怕？不会吧，不一样啦，就是对，
但我知道两个是不一样的，那个虫虫不一样。躺坑的瞌睡虫可以啊，躺坑，请在躺躺的坑底睡好睡满。谢谢第四名的虫，谢谢。第五名是四号，谢谢四号。欢迎大伟，对啊，真的。SP 最棒的还是夜蝶，大家的反响都是夜蝶很棒哎。当然了。Reels 对啊。只剩下夜蝶。对，大家看完都只剩下夜蝶了。Reels 那个棒棒吧。可愛いから好きなんじゃない？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多多帮我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多帮我分享，多看几次，然后这样观看次数就更高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第六名是，第六名是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。谢谢，我真的回不到人，给我接回去啊，笑死。他在选唱的时候越来越明显，真的喜欢你的唱腔，谢谢啦。大家可以多多称赞我的唱歌，然后多多帮我推广，对，我会更努力精进自己的。你说那个啊，要知道都在你的身后，就放心遨游，让眼神坚定且闪烁。当樱花飘落，就不该回首。Yeah，谢谢第六名的益生菌，谢谢谢谢。这次的 SP 公演真的是一个非常，只有短短的一两周、两三周的时间可以筹备练习嘛，所以他真的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就是对，因为我们同时还有在准备的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，但很开心最后还是能就是将这场演出把它带给最好大家的体验，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嘛，因为虽然还是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，但就是这已经是我们在自己能够运用的时间里面做到最大的努力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喜欢这场 SP 公演的大家，谢谢喜欢诗雅的大家。谢谢第六名的益生菌，谢谢。第七名是 Popo， 谢谢 Popo。9月24日会播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歌唱力量。干嘛说他是废纸？干嘛说他废纸？我有收好啦，我有收好耶。没想上人，可是不是成长的轨迹？对啊，真的是某些真的都是黑历史哎。成长的轨迹，对啊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成长的轨迹。都是虽然是不敢不想被提及的过去，但就它也是我们一路以来的历程。谢谢谢谢第七名的泡泡，谢谢。第八名是志玲哥，谢谢志玲哥。很适合我们今天唱话，他说不会啊，你可以说长一点，我可以把它看完，没问题的，打多少我都看。谢谢第八名的志玲哥，谢谢。第九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我们看很多遍，大家都重复看那个夜蝶小鼠。谢谢第九名的钟颖，谢谢钟颖，谢谢。第十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。我爬到不能去哪哪哪，眼睛觉得回放好多遍，没有，你们继续看回放就好了。我会去敲碗看看能不能有一点机会。对，我会尽力帮大家争取的。谢谢谢谢第十名的林果，谢谢林果。第十一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。又吃不到笑死。好，我会考虑一下蛋糕的部分的。谢谢谢谢第十一名的包子，谢谢谢谢第十一名的包子。第十二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
嗯，晚上的游戏，我好想玩游戏。玩什么游戏？玩什么游戏？谢，我们来看看，第十三名是，哦对，刚刚都是玩什么游戏？我等下再看那个看内容好了。谢谢第十二名的阿 K 啦，第十三名是烤焦焦焦焦焦，谢谢烤焦焦焦焦焦，栗子神推，我知道哦耶。烤焦换那个欧西梅西的那个库里跟韩寒吗？好像很棒哎，欧西梅西。那个欧西贝梅西，欧西贝多，欧西贝多梅西贝多，有露娜舅舅，啊？烤焦在画，嗯，什么意思？他在画夜蝶。没有，我许愿，因为他很会画画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也许愿。烤焦，你被我跟韩寒许愿喽，欧西梅西的库里跟韩寒，谢谢第十三名的烤焦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波城，谢谢波城。哎呀，前十周年我也期待，谢谢波川。第十五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。Reels 弟好可爱，耶耶，谢谢大家，我知道我很可爱，大家可以多看几遍。谢谢第十五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。第十六名是龙魂，谢谢龙魂。那人买了栗子的推荐，冲到 A 上，哇，恭喜！啊，继续要推莉莉哦，呵呵，谢谢龙魂，继续爱莉莉，谢谢天灵的香槟 Level One， 谢谢，谢谢天灵。那一首年的孤独。只剩下夜蝶，只有夜蝶说，他说，超好笑，一下突破顶端。要知道都在你的身后，就放心遨游，让眼神坚定且闪烁。对，美中不足是我看不到。我告诉你，我整场都没有当到观众，你知道吗？我整场都没有当到观众，我整场都人都在里面，我都没有看到，我不是在。后台就是在舞台上，我都没有在侧席耶，可恶！这么疯狂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，真的很希望有哎，有也要说大家。夜蝶衣服是姐妈妈，夜蝶衣服是神血的衣服，你们都没有发现，你们都没有发现，你们还说要再出一套神血，你们这群人都没有发现。其实不止那两句，尿唱的部分都会从一堆声音中传出来，真的假的？你说，散落在银河的地方，释放温暖的力量。当夜空充满了希望，闪烁的星之光，如同那瀑布奔流万丈，躲藏在深处的黑暗，无论多少再扩散。所羁绊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呢，拜拜年，我要去忙了，我们礼拜五见，礼拜五生日会你啊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，啵啵，耶。